答对了。我们今天介绍什么 ？TOYI， 是一个环保玩具，它有得过2020纽伦堡国际玩具奖哦，未来的环保玩具哦，2020亲子天下严选的 Steam 玩具。那我们可以用宝特瓶做一个怪兽吗？可以。那我们选两颗眼睛，我们来合作吧，来放进去。有看到眼睛吗？眼睛装好了，好，我们装手跟脚，手装这里哦，有。鳄鱼啊，你们盖身，盖身，小朋友可以一起帮忙，因为这个要很大的力气，对不对？帮我扶着球，我要套起来。来了，你扶旁边两边。来了，一个。帮我选两颗眼睛。来了，手来了，手来了吗？好了，你先放，帮我放桌上，帮我整理好。好，我们气球怪兽完成了吗？完成。完成。哇！来，你要把它击倒吗？啪！哇！那我们夹娃娃机可以开始了吗？开始。好。这个是什么东西？那个投钱的，投一块。好，你要按了，你要开始了。家长可以就是帮他制作一个夹娃娃机，结合你的旧玩具，投钱。皮卡丘给妈妈吗？哇，又没了，好可惜哦。这个是布鲁好了。妈妈喜欢布鲁吗？送给我女儿。送给你女儿卢宝。送给我女儿吧。好，完成了。有啦，我听一下，我听一下。再可以当听诊器哦。来，深呼吸，吐气。嗯，还可以跟小朋友玩这个听诊器跟医师的游戏，那还可以制作几何空间给小朋友。我做一个几何空间给你看，好不好？好了。好。我弄好了。还可以做成一个像这样的几何空间。我们今天就到这喽，下次见喽，拜拜。